FM 首播。我是 Relax DJ Aaron， 最后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首非常具有 power 的作品。那对于这首歌可能会有点熟悉，因为它就是《华丽的挑战》这一部偶像剧当中的插曲，叫做 Future 未来。那这是由 Rumi 的团员米菲所演唱的歌曲，跟你一起分享。而待会也要把时间交给那晚 DJ。